你以来，红海端家不是无法找到领兄来帮助机会才是，就是当今此事者无法加入，多地功败虽详，其他失败原因就不对手了。但最后也是成功了，就在段新红手中。先前段新红攻破武林帖，邀请过罗金素参加红海演段，是为了替红花族大灭的勇士。但比起红花族大所组成的红坡，亲自见证天地红罗理论成功，这真正像我爱一笑一故乡，是是非，也就是这呢有的。虽然我一时竞争关系，但看到杜氏机巧，也修行人之秘。真不能将迄个人放入邪罪箱吗？紧急表将情报，先到首都随上红海。该不会动段新红一己阿母，就算苗王出兵，也不会以他尊家只要你多拜场，上好用北的协同成功，何况真有这么大的动作，先到总可能无插手。我认为你更希望伊自己行来协助上，见小雕红协助上中计，看你收起这个大胆的想法。你的担心仙度会利用伊为由，先前以为仙度最上意是要摧毁王国，现在仙度明显是要利用王国，这是剑魔抢救的。如果天地红罗进入杜家所讲的威灵，又比仙度地形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，将难以预测。啊现在是最吓人人罪，不可能为了伊事无大动作，就看苗疆士兵是何有所察觉，加以防范。天地红罗若依你所表述，可是后代刚停，可惜在大无用，除了杜氏王国兵器，也无其他用途。雕红没带过你的心计，王国杜氏太乙寒阳体，想不到协调之人先度想达成的计划，竟是在这种情况下用八种方式圆满，太讽刺了。你可以雄孙必修，但想就此扑得动情，随后我帮助先度大计，然你经得到想低效的满招不伤。但我所里信息已经熟，会在顶门做好。你要整理的信息可揭露，尤其是对杀灵尊的人，你应该要查清楚灵尊是得罪了谁，因何离开仙都，怎样离开仙都，甚至来到中庙地界。我会查清一切，请。我突然想起一点线索，灵尊定义中原期间，所有人甲伊来往，是一名女士。这也是灵尊当时托命回到红海时提到的信息。有关于这个人的其他线索吗？为了保护对方不受牵连，你认为灵尊的凶棍透露吗？